我进哦。好。被 NBA 学习的，他被那个 CK 五包迷彩。OK， 我在三楼。上二楼。OK。插个针。OK， 我在火车，宿舍旁边的火车。小心旁边哦。收到。我会沿着。好像在阳台那个位置。插出来。十一，你要注意阳台那边，因为我很常从那边归人。我先补血，毒爆。好。我去推。我在接近宿舍，我在帐篷喽。你进来再跟我说。OK。没杀人。看一下阳台。没有人。OK。我得擦个肚子。你们三栋吗？我们在三栋三楼。二栋开的。好，但我那边有枪声，有人穿刷草是我，刷草是我，好啊，我要跑铁，我要开门喽。好，二楼都不没有人哦，二楼没有人、啊。我在另外一边，走错了。二楼啦，要直接走二楼。二楼没有自己人哦，没有没有没有。有人跳、哦，那个二栋有人跳。总有人过来。OK， 我现在在二楼。敌人在三楼底吗？没有没有，我们都是在三楼。我们都在楼、啊、上还有人吗？还是没有？就我们两个啊。OK OK， 我们在 Mark 瑞。OK， 你不要打我们两个哎、欸哦。用好多补品哦。我从中，我从中间中梯上楼。OK。小心，下面可能有人来了。先压满弹，我正在接近你们。还有人跑步，有人有人踩木头，那是我的脚底刷草。下面有刷草声，来了。Tia，你这边架一下，我去对面。对 ，OK。哎、欸，不用啊，我直接从外面打。应该上来了。没有交叉打喷子啊，两个不死啊！我开锁声哦，他进来了，很快。他关门，我关的。好。他在楼下。嗯。我在对面底。那说到我在斜角底，在哪一侧？靠窗吗？在厕所这一侧。哦，这样是。我在听右边的声音跟左边的。方便的话补下血吗？还是先不要？等一下，你应该还好吧？那么
有人上来了，走路了，中间有人上来了。好，跳跳跳，没有他有一个刷草村，后面有一个刷草村了，有。有两个人以上，我这一次好像有人刷草上来了，有兵上那边有人刷草啊。好，我们底下有人，他在收保险箱。开门。两个，又开锁。我们在下面开。他现在在平台底下，就是外面外部平台底下。2820那边呢？话说马克伦出什么？P90 一把，然后 APS 一把，哦，就这样。又开，他在218那边呢，228、220跟218那边。跳跳，脚还缠。小心手吧。又跳。他在我下面跳，是吗？我听起来像我下面欸，可是我听我下面很大声欸。我有戴耳机，可能不准。欸，不对，他就在我下面啊，因为他那个声音的移动就在我下面。是两个，有两个人在我下面，除非你那边还有一个。有可能吧，我是听到我下面有跳的声音。我这边，因为他左右听得很明显，所以很明显在下面。嗯，我下面也有一只。欸，可能是因为我站斜的，所以。对啊，他在我下面开门啊。嗯。还有开锁声的，在我下面那个，有保险箱那个。他在加计程车，还在谈呢、欸，他在下面开锁。嗯，有一个在加计程车。然后就狂丢计程车嘞。中间哦。如果玩的再妙一点，就偷偷从阳台跳下去，往他的窗户里面偷。对啊，好，中间走路声。OK。
想下去把他打死。我们已经到中间那一段了，那声音很烦，很想把他拍死。下去给他一轮全自动 ，surprise motherfucker！ 嗯，他又没动静了，可能在进走，有在走。两车都有声音哦，操！我角色在喘，大哥吧，喘西北大声的，因为你有面罩。就是在开门，那得要开多少门？是已经决定在要在二楼架人就对了。哎、欸，你不带两把枪？那个是敌人的。哦。我说刚刚有听到踩铁踩了一下。我现在要踩木板、啊。对，我也听到踩木板。现在几分啊？我们大概15分就准备要撤退了。26分，25分。我的撤离点在十字路口那边、欸。大家都一样。二楼那个完全没动静的，不会搜一搜就跑了吧？等一下，踩铁声，他往哪一边？我听一下，往右刷草。呀，你背后有人刷草。我知道，我在听，我看到人了。看能不能掉并掉他。不知道我为什么。他这样瞄我。不知道有没有杀死一个，然后有一个往前跑，还有一个射我。好。加中间。我在家中间，不要打我。手榴弹吗？我丢的。啊！没出去啊？没有出去，我死了。还好没翻。没有吧？那是丢进来的吧？那是我丢的。太卡巴了，没把他们丢出去啊！白烂嘞、欸！你这是在哪里啊？需要帮你回收吗？厨房那边啊，哎、okay. 欸，是他杀的、欸，屁嘞！啥鬼啊？我去回收 key 了、哦。我有杀死一个，然后还大概还剩。杀我爸是他的啦，还剩两个。嗯，我被一个 YL 什么的打死，所以其实他那边应该有丢一个还是怎样的，我不知道。没有，我只听到一个破。你的东西我丢在哪里？你随便找个地方，你可以丢阳台那边，外面不是有沙包？沙包背面侧那边。哦，可是我怕现在有人在外面绕哎。你也可以找个房间丢。哎、欸，我先看一下。